来了，欢迎回到我们《游远江湖》。那今天我们的剑王哥开场就是我们干嘛了？没错，千呼万唤始出来，我们终于要往我们的正派武学迈进了。哇，剑王阁非常机车的一个门派。剑王阁上层出师哈，他要求你所有上层三件套全部都要十重。哇，这个玩意大概花大概将近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吧，这个真的非常的机车。OK， 那不管怎么样啦，我们终于把我们的上层，我们昨天那个直播打架，我们的那个西川剑法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剑与诀，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什么剑与步嘛，啊剑斗步，然后都学成十重了。OK， 那今天的话就来学习一下我们的那个正派前置。那今天的话来解一下任务，完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啦，我们去学一下我们的那个大风剑意好了啦。如果有时间的话去学一下大风剑意，刚好这个东西都好像要8000贡献的靠腰。那如果贡献够的话，到时候再学一下；如果不够的话，就学一下我们正派武学。那目前来说的话，我应该会是走王剑啦，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以前排为主嘛，我的阵容。那先学王剑，到时候等回那个太乙的时候吧。回太乙的时候，如果确定之后要玩侠剑的话，我们再回来改侠剑。反正王剑跟侠剑可以那个二选一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去学我们的正派的一个寻剑规格这个任务吧。OK， Go， 那我们先去我们出师。来，我们终于可以出师了，哇，真是不容易啊！来，步出就是你了啊，检验我们的剑术。哎，哦靠，哇，他还要西川剑法，哇，这么硬。好，来，西川剑法，来，使用我们的本门剑法，来。那我们就来比试比试吧。好，搞定。来，好样的，剑王阁剑术在换了，当真稀奇啊！真是战胜我之后呢，基础剑法就算完整了。那我们就拜在一个流派下面。那本门的一个正派武学之后，学习我们正派武学，择势而习剑。OK， 解锁我们宝剑重铸分解，然后请教我们更强的一个剑客武学。好。那我们就先等个20分钟，等完20分钟之后会有人说有弟子说来找我，然后是我们那个向人狂，然后到时候我们再去解一系列任务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学习我们正派武学的资格了。好， OK， 那我们等一下吧。那我们决定要王剑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去找我们向人狂，那向人狂的话是王剑，然后赵信麟是我们侠剑。好，那我们来去找我们的向人狂。来，蜀中王阁，天下剑手，拜师我们的王剑，来行跪拜之礼。那又是个好徒弟。OK， 那学习到我们之后，我们来请教正派武学，我们的麒麟剑经啊，最霸道的一个剑法。然后在首肯之前呢，是不会传授我们正派剑法的。OK， 所以要等那个20分钟之后，我们才可以学。好，那我们再等一下吧。那等了我们20分钟之后呢，闲晃一下就会触发王阁的弟子来禀公告我们的剑老师兄，我们去我们的麒麟阁。OK， 我们去找我们的向人狂，找我们的向人狂，我们的王剑师傅来。那怎么现在才来？那你总算来了，我们的发生了点意外，明剑绝影被盗，然后我们下山追查之后处于一事，剑王阁对东厂势如仇寇，然后不妙啊。那我们举个推荐函，我们剑王阁必是潜心修建，只为将不愿做江湖的一叶扁舟，数百年之后都拉我们剑王阁想再入我们的江湖，然后南撤之后巫山 OK 啦，偷我们的宝剑，我们去追随他们。相信这臭小子愿意相信我，勤奋之外不要坏了我们的门派大事。那换来之后呢，证明你们不是东厂的探子。哇靠，东厂探子，东厂探子，我跟你玩这么久。然后去我们的凤鸣集 ，OK， 那我们去凤鸣集去找我们的那个曹德吧 ，Go。那来到我们的凤鸣集，到我们的这边店小二打听一人，来有点印象，这位爷买一些东西都不吃，然后我们再去36-29的亭子 ，OK， Go。来到36-29这个亭子，刚出来之后发现有人跟踪我，然后一片打的是谁家哪个不长眼的家伙。哎呀，咱家就说了啊，干嘛搞跟踪呢？少聊肯定不喜欢呢。哇，你真的是该死的东厂公公！哎呦 ，PK， 公公偏头痛，打到你偏头痛。好，搞定，轻松轻松。你们这些该死的东厂7-8歪的想要逃跑，跟你一般见识，饶你一命吧，去死吧！哎呦，四肢折断，你的腿，你的胳膊，好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这该死的公公，然后抓起一下咯，少侠饶我一条狗命啊！然后擒住他之后，神在何处呢？哇，在洛阳水牢，天哪、啊，
在水牢。好，我们去水牢救人吧。OK, go。我们来到洛阳。那洛阳的话，我们要去找我们的水牢。那要去第一个去找我们的李猎户，第二个找我们根夫。OK, 那我们先去找我们的李猎户。来，大家听一下，我们洛阳水牢在哪？发现一个奇怪事情，稍加说一下。打猎的时候呢，山顶传来扑通落水声，谁落水了？然后往水里一跳之后，难道是比勇用天 ？OK, 然后再去找我们的根夫，我们那个打金人的根夫的根夫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打听你一下，洛阳水牢在哪里？哎呀，看你水上的秘辛之后被压入哦，锦屏山上哦。OK, 别打听了，好，打听完，那我们已经知道洛阳水牢了，那我们就去锦屏山吧。Go。那来到我们锦屏山，刚刚他说水牢好像是在这个水里面的样子，所以我们要跑到这个水里面，然后直接掉下去。哎呀，受了轻伤。来，悠悠的醒来。哎呦，有了，这就是我们水牢。好，那我们去寻找一下我们的那个曹先生在哪边好了。OK, go。好，搞定。打完三波人之后呢，我们来救我们的曹先生。来，救我们的曹先生。来，怎么了？满是污痕，苏杰。来，发生什么事情？那姑苏一别，好久不见，丢人丢到老老家了。OK, 那我们去我们的那个白马客栈吧。Go。那我们回到白马客栈11-18之后放下来，到底决议被偷走了，就为我们东厂的厂工，那来把剑不掉看不上他，决议被到东厂所为，无需质疑啊。那去连累了我没有关系，我们再把他干掉。要把宝剑送给六扇门主，然后推功不掉。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六扇门，那我们不是要去幽州了吗 ？OK 了，那我们先去沉寂古湾，然后先去把我们的那个剑给赎回来吧。来，这个坑爹的家伙，赎回来要50两银子。来来来，这个家伙真的是非常的黑。来打听一下，哎，我们这个的话，他是直接买是不是？看一下哦，哇操，真的是不直接买，我靠，50两啊，真他妈贵。好，提到我们的宝剑之后，然后 ，OK, 那交宝剑之后到酉时去幽州南门，然后会触发。OK, 那我们先去幽州南门吧。来到幽州酉时，听说会有马车，哦，有了。幽州城门口，斜阳西下，照耀之后呢，他们来了。哎呀，竟然敢抢我们的剑！来，行领神会，手续马车，找到明剑决议。手无寸铁，毫无斗志，身为庄哥哥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你这该死的东厂公公！来，曹怀赫是我们的剑侠阁的弟子。来，回巫山吧。OK, 搞定了。哇，决议呢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决议长什么样子。哎，没有啊。哎，决议长什么样子？看一下。哎呀，很普通嘛，决议。这是我们剑王阁收藏的良剑之一，那多为剑王的配件，无价之宝。好，那我们再回我们的剑王阁吧。那回来到我们的剑王阁，然后要到我们的三楼去交给我们的剑王。OK, 我们去三楼。来来，三楼，来直接上楼，走去交给我们的剑王。有人敢把我们的绝印给偷走，这怎么说得过去？我靠，我直接到三楼去了。哎，剑王嘞？哎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哎，第一次来。不阴，哎呦，你二人来了，哇，你这个头发很炫炮哦，来给你吧，二人讲讲剑该如此丢的，然后几位认真，你们俩也听到啦，当年老剑王令老哦，当年老剑王啦，令我剑王阁避世求剑，那只求豁达，不求纷争，多次扰我侵扰，乱我等剑心，这些名人正派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吾等未如虎，愚谋得利，旁敲侧击之后，真是煞费苦心。事到如今，与其被逼出，不如主动一点来。剑王阁该是我们出事的时候了，没错，剑王阁回来了，哇，帅呀、啊！哎呦，很帅很帅。好 ，OK, 那讲完之后呢，然后再去格外去找我们的那个曹先生讲一番吧。来，讲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学正派武学了，来，就是你了。哇，拜你所赐，剑王阁出事了。那还是家里好，历练几天隐私不出的侠客王阁出事，当尽一番绵薄之力啊！去太乙找找我们的老朋友 ，OK, 好，我们有资格参悟我们剑王阁正派武学的资格了。好，那我们去找我们的师父，我们的向人狂，我们终于还可以学我们的王剑了。来，请教一下我们的麒麟剑精，剑似麒麟翔至天，光辉烈树灿出残。哇哇，重击世上最霸道的剑法之一啊！
来，那就来传给我吧。哇，这是第一重。哇，一重，你该不会一重？一重是只能让我学一重吧？哇，你们这个会不会也太口了一点了？来，麒麟剑金。我操，真的只有一重。哇，你这坑人，你这坑爹的家伙。然后八刀剑法，哇，学二重。哇，你这，哇，你们很坑，哇，很坑人呢。哇，一重一千多，哇，那加一加不是要破万的？哇，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不讲道理啊！好，来学吧 ，OK。好，那学完了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出师学的那个新正派的那个武学。好，那下次的话，我们再学我们的大风剑意好了。等我们那个贡献够的时候，我们再学一下我们的大风剑意这样子。好，那至少我们有学到新剑法了。那之后再慢慢学。那大风剑意的时候，到下一次的那个剧情也来玩一下。那王吉剑意的话，这个贡献比较多，这个就算了。所以目前的话，大概就这样子吧。那等麒麟剑金十重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学。其他的话就差不多了。OK， 剑王阁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。最主要就是上层武学很机车而已啦，这卡这三个十重会卡你大概一两个礼拜差不多吧。好，给大家做个参考。那今天的元素喜欢支持一下，我是轩劳，感谢收看，下次有人再见。